夜尿跟尿床是同一种东西吗？差别在哪？夜尿跟尿床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尿尿，差别就在于说夜尿是想尿尿的时候醒过来去上厕所，而尿床是就是没有醒过来，就直接尿在裤子上，所以都是晚上尿尿，一个是有醒过来去上厕所，所以这个会影响睡眠。那没有醒过来尿在床上的话，不会影响睡眠，但是会影响卫生，影响一些生活品质。